Please, please, nice. 来来来，集合集合，我看着放啊，一个一个放啊。谁先放？这个是谁？张麻子。谁丢地上了？放放放，都放都放！怎么才三个呀？放呀！喂喂，我游戏听不到你们说话。我游戏也听不到你们说话，你们有人在说话吗？游戏们？哎，我游戏也听不到你们说话。我一个听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没了。啥情况？我也听不到。退了吧？退了啊？没法说话。喂。退吧，没法说话。是在试一下呢？什么情况？喂喂喂，我游戏麦在说话，你们喂喂，我游戏麦在说话，你们能听到吗？我游戏麦说话，你们听得到吗？喂喂喂，完了呀，啥情况呀？这是啥意思？我能听到，龙哥，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？退！我操，好不容易拿把狼，我是你哥！我操！啊！姐。哦，他们在歪歪是吧？退吗？退不退？听到没？哎，好烦啊！再拉我一下呗，我退了，金哥。哎，我也退了。先，你们是不是谁没开加速器嘛？都把加速器开了，自己检查一下，自己检查一下。哎，好烦啊！我他妈也是狼，我跟龙哥的狼妈玩不了。哦，好烦啊！我操，我也是狼，我跟龙哥。等一下，现在先测试一下游戏里能不能说话。喂，马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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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知道吗？马鑫，喂喂，能听到不？能听到不？游戏里边有没有双？有没有双？我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喂喂喂，马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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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拉了，为什么能说话？我不在游戏。哎，我游戏里说话你们听不到吗？游戏里说话你们听不到吗？人都没拉。你再说，龙队，你再说一下。喂喂喂，你是你哥。可以听到。刘哥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可以。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。刘哥，你歪也退一下，你歪炸了。我什么炸了？你歪炸了，你歪炸了。我 Y Y 为什么他妈炸了吗？ Y Y 关了呀，我关了。我 Y Y 哪里炸了吗？ Y Y 怎么炸了吗？刘哥，你知道吗？我 Y Y 咋了？被他妈终，被他妈终极冷暴力。我 Y Y 咋了？我 Y Y。喂，喂，喂，我说话听得到吗？喂。好了。哎呀，老子直接他妈自由买，日你哥！拉你们了，拉你们进！无法创建队伍是什么意思？你，谁把弓箭手选的呀？给你妈耶，来来来！哎，算了，你玩吧。哎呀，我的游戏我妈。喂，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。喂，现在游戏声音好了吗？能听到吗？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可以，能听到我说话。哎，这个游戏里的英雄等级怎么升级啊？完了，不会又听不到我说话吧？可以，听得到。好，现在都好了吧？好了。游戏说，发车，发车了。发。龙队发车了，龙队。行。龙队点火。没有人爱小丑。
阿红能收到吗？阿红，看吗？阿红。不是谁他妈的在那放他妈的宝宝巴士？快打牌了！海绵宝宝这是。你妈在放宝宝巴士吗？你们他妈的！妈的，章鱼哥，无敌！完了，换来左手的这个小胖娃啊，不，左手的。你左手是谁啊？阿红。我右边这个，我右边这个老头的牌好他妈晚啊！我看了一下，对八十吧，你哥，我操，三条耶，你敢信？我操，这什么牌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吧？我操，这吃吃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吧 ？Nice， 你是光，你符号是？哟，好人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哎呀妈呀呀呀呀呀！刘哥不说话，刘哥不说话，刘哥不说话。刘哥不说话，你把游戏都没开掉，说话是吧？你妈呀！刘哥，你不说话是吧？刘哥。哦，一个个是你妈杀心这么重是吧？啊？谁说的？我没说，我八位鱼是吧？你他妈的！我第一个犯。八位鱼是吧？八位鱼是吧？你他妈的！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动手！动手是吧？哎，砍了我三刀！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旁边你什么意思？你他妈的什么意思？砍我呀！哎，谁在这打我？小心要打我是吧？你他妈的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刘哥为什么打他呀？哎，他上来就说我有问题啊！啊！你杀心那么重，昨天被你骗走。哎，来来来，开船，上交煤炭，上交煤炭，现在只有两个，现在只有两个。弄还是不弄？我弄，弄不弄？把救了。哎，我居然不是，我只有三分之一血了，怎么办呀？我放了第四个。啊，这我放第五个。哎，我怎么上床呀？我放第六个。我放了。你死了才能上船。我他妈三分之一血咋玩啊？要不你躺一会儿，龙队，要不你躺一会儿。放煤矿，还有谁没放？还少一个。我放了，我第五个。我右下角那一个。谁还没放？我没放。你船长不开船吗？宝贝鱼。哎呦。他没放，龙队。哎呀。死了没放。不是煤矿，不是煤矿都没放完，停在你烧什么东西呢？你在那烧？我不是我烧的呀。那是谁烧的呢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烧的呀。我煤矿都没放就开了。这一把现在的问题就是出在你跟宝贝鱼里面两个有大问题。你让开，你别碰我的船，走开！你哥，你在那有问题，你他妈直接在那烧燃料是吧？收呀，不然你要嘎的呀。蚂蚁，我们直接走，人那么多，他们怎么？前面指挥。蚂蚁，你在哪？直走，桥头。来了。直走，正满舵正。我跟蚂蚁先走了，你们自己玩。你给船长打一针红点血吧，那个针。哎，那个，你们两个去拿煤炭呀、啊！你们俩去拿煤炭，那先跟那个梁六班，你们俩拿煤炭。可以。然后等会儿，轰轰跟我，轰跟我，轰轰三只跟我，三只留吧，轰轰跟我。为什么轰跟你啊？我没血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，陈一展？你开天眼了是吧？我上来什么问题？来，你跟我呀，我想跟你。我在下面啊，你下来啊。我觉得你这把问题很大，一上来就莫名其妙的来。煤炭都没放完就在那里点火，你要浪费我们燃料是吧？我绝对没点火，我是第一个放的，我怎么可能点火？当时整个厨房就当时整个煤炭是就你一个人在锅炉旁边，不是你点的火是谁啊？你诬陷我，行。来，你跟我，我死了就是陈一展啊！你妈的！来，前面搞煤炭，来，我们去搞煤炭，快！我挖骨折，你等一下。不要浪费，我卖渣了是吧？行，我研究一下。哎，是你妈当把狼演戏演的好累呀、啊，是你们哥呀。
对吧？好了吧，好了吧。我有个熊的夹子，谁要？我给你们，谁拿？我不会要。熊夹子，你先拿呗，你先拿呗。我不会用、啊。我们先去。来来来来，里面煤炭，但有很有狼、啊进。进去直接往左走啊，直接杀进去，别引出来，节约时间。哎，我看到熊了，我把那个夹子放到熊那边可以吗？你别那个熊别打呀，那个熊别打呀，那个熊又不是要打的。打不过他，你打不过他。动手呀你们哥！我打了呀，我打了呀！往哪儿走啊？我劈了一个，我劈了一个，我去搬。里面很多那个，很多没车。再打狼，再打狼，再打狼，再收只狼，收瓜狼，收瓜狼。这种呀，钉怎么拼片钉？煤炭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么多人应该可以一车，我们之前一车不了。还有煤吗？我应该能带一点，我还能带，我知道就一个煤，我可以丢个这个，我还能带个别的。我能带，我还三个格子，我能带。哎，你们这里面我吧，我是运煤工。等一下，我拿这个吧。直接丢两个给我吧，我煤呢？哪有煤？哪有煤？多做点东西。解毒药，解毒药。没有。把这个拿了，撤着撤，往哪边撤？那我把这个铁拿了，我把这个木头拿了，废铁、铝钉，走，直接回船上，直接回船上，还能再开一会儿，走。我只带了一块，我带了很多弹药，你们带了多少？我一块都没有，我一块都没有，被捡完了。这往这走，我好黑呀、啊！下迷路了呀！跟啊！来了！这被收了吗？走了，回了，兄弟们，回了！传单！右边，有皮吗？兄弟们，缺一张皮，我有两个基建了，缺一张皮，有没有皮？五。我有，我给你吧，来。行，来，你在哪？牛的。后面。你有肉吗？给我点肉。有，你先把皮给我嘛，皮给你，丢了地上。你怎么动了？你没事吧？地上啊，行啊。我知道，我都背包满了呀，刚刚。哦，我有茶，我喝了。不用等一下。有没有吃的呀？有没有吃的呀？那我有肉，我只有四个，我有肉，十个我来几个。地上有可以点火的油。我操，这寒冷掉血也他妈太快了吧，兄弟！我他妈的直接掉了半血，我是你哥。厨师在哪？厨师，我来了，我只带了四块肉。你有厨师呀？你让他做，他做的快。我来。来，但是我把肉给你。我自己做两块，我自己吃啊。哎，兄弟们，来一个基建吧，来一个基建吧。给你木棒。哦，可以。木棒可以点火。哎，工作台有没有基建嘛？有没有兄弟来个基建，缺一个基建。三罐。能不能再来一点啊？我不够啊，这一共只有八个。马金是你哥呀，来个基建是你哥。没有基建，没有基建。不行，你们再给我一点，我不是先点火呀，要冷死了，先点一下火嘛。你直接来这个里面烤嘛，刘爷，来这里站一会儿，离的火越近越升的越快。那刚刚火都没升，来我把肉给你。哎，地上还有肉，志胜，你先拿地上肉。志胜，你拿这些肉做炖肉。已经烤好了一块在里面，快，拿吧。你们身上有木板吗？可以丢我几个木板吗？木板我给三次了，我七块木板给三次了。三次给我来点木板吗？哎，开船了，过来。
过来过来，加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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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给我一块肉。我来加煤，我来加煤，我搬运工。没有呀。我给你，我坐守等门口。这。哎，不是你们，你们第一天运的煤的过来加煤呀？要发车了。加了4块呀，我放了4块放里边。加几块，刘哥？我还有。加满吗？加满！你妈没呀，加没呀，兄弟们加没呀！我自己加一块啊，我加一块，里面有一块，我加一块啊。我加满，我那个熟肉。刘哥，你是来开船呀？你点火，点火，点火，点火！拿走了一块，那个熟肉是……哎，陈一展，你陈一展拿煤是吧？那个熟肉是谁的？我怕有。等一下，现在就我们三个人是吧？你拿煤是吧，陈一展？来，轰轰，这边是有不是你打，你他妈偷煤！陈一展是狼，杀陈一展，杀陈一展！我操！杀陈一展！杀我！你是一个诬陷！杀陈一展！诬陷我！杀陈一展！你妈的！你偷煤被我发现了！你拿走了！陈一展偷煤被发现了！杀他！我操！还他妈动手脏我！你偷煤还动手脏我！我他妈在门外偷偷看到你偷的煤，你还脏我！不是，他想把补了，你们看到没有呀？哎，他也补我！轰轰！哎，尸体上我在补人啊！轰轰，还有这个牛哥俩呢，我抓到了。哦，我们俩呢？我们在那里点煤，你进来偷，你进来在那装点煤，结果煤少了一块，你一个煤没给，然后少了一个煤，什么情况？来说话。我不，你们直接去看他尸体上有没有煤，直接去看他尸体有没有煤，有煤就很简单了，你们直接看尸体上有没有煤。直接看，尸体上没有，刘哥。OK， 怎么办？现在他直接想把我补了，怎么办？不是他妈的，他诬陷我，不是是轰轰，你在诬陷我，是轰轰说的你拿的煤，是他妈轰轰说的你拿的煤。刘哥把我打倒，这个货直接把我补了，你为什么补我？你会打我来？你为什么直接补我？好了，不是你为什么直接打我？刘哥打倒你把他补上，你把我补了，你是什么意思？给我吃一罐。你告诉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3块没进去的，出来变成2块了，我就觉得是你拿的呀。不，那为什么牛哥他说了这个，你就直接把他扶到床上，你把我这补掉，你回答我。大哥，因为你偷煤呀，你偷煤肯定不杀你，杀谁呢？偷了吗？那我偷了吗？我没偷呀。轰轰在那，轰，我上来开船，轰轰点火，那煤少了，不是你偷的，是轰轰偷的吗？马爷，那我们 OK， 那我们这一把，过来，必出来 ，OK 吗？救我！什么叫我们三个必？什么叫我们三个必出狼？狼就是你跟轰轰其中一个。哎呀，或者怎么说？有没有人救一下我？有没有人救一下我？刘哥，你哥我。他的包里没看到没？你要拿救我？不是，老子他妈钥匙，不是我钥匙在你拿了你。哎，轰不救我，轰铁狼，直接把轰杀了。直接把轰杀了！我他妈是一个铲子师，我有一个钥尸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我尸体里面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你帮我把这个做一下，你帮我把这个做一下，我来入魔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我跟你们说，刘哥这把真信不了，你们真信不了刘哥，你知道吧？真信不了。我在你们煤炭室里面，我加了煤，我上楼开船。然后煤炭室里面，你跟轰轰两个人，煤少了一块，轰轰说，然后你来脏我，你在逗我吗？你在逗我吗？煤少是我说的吗？哦，开技能了是吗？陈一展，开技能了是吗？我双手在这，你又诬陷我开技能。来，我就在脸上，那技能谁开的呢？你在逗我吗？你开了天眼吗？你是？啊！什么没看见啊？不是，有没有？我先放开，我们到场外的。放好了，有没有？谁在这里？等一下，我放了四个荤肉进去，三吃。我放了四个荤肉进去，你注意一下，我放了四个荤肉进去。一块素肉，地上一块。唐一峰和年糕不在。走。先安抚完，真的超过。年糕不在。年糕在外面。我在这，走。我没法跟你们待了，我得自己发育。你给我那个肉呗，你给我那个荤肉呗，我吃荤肉。我感觉刘哥有大问题，刘哥绝对有大问题。刘哥有问题加一啊，我走了。太反常了。哦，你什么哪里反常来？你说出来。你们两个在下面没少了，你泼脏水泼到我身上，你说一个逻辑，你说一个逻辑，你别凭感觉，你说一个逻辑，陈一展。没有油。我说一个很简单的逻辑，为什么我觉得你跟轰有大问题的原因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首先轰轰在里面对吧，然后呢他说要加油，你们两个说要加油，好，我身上有一块，有一块，那我是不是正常逻辑的话，我是不是要进去放？这个时候里面有一块，这个时候我放了一块，给我块肉，放完两块之后呢，我就想说里面有两块肉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走了，我第一先走的，
然后走了之后你就说 我偷了，不，轰轰就说有人偷，那不就是你们两个偷吗？好，行，来我说，好，你不要扭曲，你不要扭曲事实，你不要扭曲事实。我第一个进去放的煤，我放完煤之后，轰轰进去放的煤，轰轰放完煤就你进去的，我已经上去开船了。那个时候只有你们两个在，不是你们两个偷的煤，你说是我偷的煤，你在逗我吗？江哥，你守护一下这里。啊，我直接捡东西去了，陈仔在拖时间，懒得跟他逼逼。我也感觉这大家都要饿死了，没有肉，没有油，我出去找一个。不要碰我的厨房啊，那边有那个。不要碰我的煤死，给我，给我一个油，有吗？有没有油？啊，没有。哎，我技能是怎么放的呀，兄弟们？我不知道我技能是怎么放的，我是招食尸鬼那个，我怎么用出来呢？这水面上飘了一个，我用不出来呀。哎，新哥在跟谁说话？新哥，小心在跟谁交流？放煤矿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厨房里面，我因为已经满了，我身上已经满了，我得回去一次。那好吧，我得回去一次，你先去说吧。我满了，我已经完全满了。这个轰就他妈离谱。我跟你们离谱两分了，真的是三块变两块呀、啊！你为什么补我？OK， 你能解释一下你这么补我呢？因为我要看你包里还有没，但是我看见你没有没的时候，我想放你了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补他呢？那看见两个人同时看吗？两个人怀疑。你怎么死了呀？你在哪里？哪里？当时我进去之前只有你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轰轰你下来，你下来先，轰轰先下来。我怎么下来啊？我那个煤矿有八块没放呢，我怎么下来啊？我没。你手矿，你手矿，轰轰！不要！轰轰！你手矿！你别走！你把矿守了，你把矿守了。我只能守这八块煤啊！我怎么走啊？我做肉，我被加一下，要冷死了！快加一下！我没有东西能烧啊！我烧煤吗？走，去找木板！我操，要冷死了！不是那个宝贝鱼能呢？宝贝鱼。把那个铲子还我呗！真的要饿死了，三只。把铲子还我呗。OK。要饿死了，有肉吗？有肉吗？放点火，我肉丢进去了，我全部把那个火。我木板都给宝那个三只了。能不能把船开船？开船！我放煤啊。煤是满的，煤是满的。外面有技能吗？没技能，开船了。刘哥去开船吧，刘哥把船往前开一点吧。这里煤是满的，八块。我知道。来，谁来指挥一下？你刚来指挥一下。我还有六块。快点，我们进度太慢了。年糕，年糕上来指挥一下呀！快！年糕上来指挥一下。不是，我在塞煤，你让轰轰去帮你指挥，轰轰去，轰子，轰，轰轰。哎呀，不是你们上来一个人呀，你们一个人做菜，你们上来一个人呀。我拿了肉油，还有。你们两个随便上来一个人呀，大哥油在烧呀。往前！又！刘哥又！哎，我死了，怎么办？拉了！完了，我死了！我冻死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我从你们船开了，然后我跳到水里游过来，那个冷冻值掉完之后掉血特别快，我还得游，刘哥还得游。OK， 往左打一点，正多。救我！我不在哪里啊！怎么办？哎，谁别的人去救一下，你来看呀，年糕。你往前就是，又！啊，我好。有个又。
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救救我！不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在哪里？告诉我位置啊！你光喊有啥用啊？我在那个门，我被关起来了呀！啊，年糕，你来看一下，年糕，你来看一下，我没那个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冻死了。行，救一下我。拿木板，修船，快，修船。有木板吗？有木板吗？哎呀，我怕我死了之后，我身上的东西全丢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我的尸体里面有，我的尸体里面有。你舔包，我怎么知道你尸体在哪呢？那我找一下，船都开走了，我还能找到我的尸体吗？我找不到我的尸体了，我现在。那你先做吃的，你先做吃的，我去找木板。家里有。鬼吃生肉是吧？哦，还是熟的加的多呀。门口就有娃，你赶紧去杀一点啊！我带了，我来。分点，饿死了，快，我马上就死了，快！我有肉。别把肉拿了，来。你丢。没有油啊，吃尸呢。没有油，哎呀！谁在使用啊？我操！放了一块木板，最后一块木板了。先烤，烤了你丢我两个，丢我一个，先丢我一个。啊！你丢我一个，我出门打。我已经空了很久了。我，你去。哎，这谁死了呀？哎，谁有药冲？你怎么死的呀，红红？救一下，门口救一下！你怎么死的呀？有钥匙吗？这红红咋死了？这红红怎么死的呀？我听到年糕的，哎，你有钥匙能救我吗？三池，我有钥匙，你在哪儿？进来，牢房啊！你怎么死了？你不是说你先救我出来？你救我出来！不是红红怎么死的？红红怎么死的？对面，走反了。年糕，红红怎么死的呀？我怎么知道红红怎么死的呀？我在门口被食人族咬死的呀！刘哥，你是狼吧？刘哥，
我不是狼呀。你真不是吗？不是，轰轰是你杀的吗？轰轰怎么可能是我杀的？我都死了。我都死了，你都死了，你要是老早。搞点那个，搞点木板，搞点木板。搞点肉，热死了！快点，你干嘛卡楼走了？有没有肉？有没有人？来来点木板，来点木板，兄弟们，来点木板。没有木板，没有木板。木板没带。船到水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漏水吗？哎，来守，谁来守一下煤？我家煤去了，守一下煤。我守，我守，我守，我守煤。哎，我们家里面怎么又……哎，我怎么动不了呀？我怎么动不了呀？我在海里。哎呀，我怎么在海里动不了呀？人肉能不能找到？我也死了。看个背包，谁又死了？那我没钥匙了，我的钥匙刚才救了，救了年糕。不是，加点火，加点火，要冷死了，加点火可以吗？水里面，水里面，哎、水里面，水里面，水里面有钥匙，我刚死外面了。两坨肉。哎呀，冻死了外面。哎，宝贝鱼有煤吗？有煤吗？要冻死了，要冻死了，烧点火可以吗？我的包里有煤，宝贝鱼有煤。我的煤放在煤矿里面了，我的也守煤。关键是呀，我也要嘎了，你的哪谁谁的包里有煤？谁的包里有煤？谁的包里有煤？有两块肉，但是没有煤，放煤里面，放煤的那里有煤，里面有煤。没有，宝贝鱼带回来了。宝贝鱼烧一块煤啊，要他妈冻死了。烧一块煤要冻死了，烧一块，别烧多了，烧一块。那里面没有，我都数过很清楚。我取一块，兄弟们，来这里烧。刚刚开悟的时候人被打了吗？我想问一下。没有，我听见。刚。哎，听我说，兄弟们。为什么要开船啊，刘哥？因为没有木板，没有温度，现在一点热量都没有了。我上去开船，我上去开船。有木板可以烧。然后你等会过来，你等会过来接，你等会过来接。我没多少体力值，我来开船，我先开船，然后你等会过来接。肉多。你先下去取暖呀。只有两块。我要出去啊。怎么办？牛哥。大巴身上有。不要紧，快来大巴。你很不一样。我的尸体上面。我去拿。我跟你们讲，你刘哥今天很不一样。我没那个了，我没那个了，我没那个，我没冷冻值了。你来。来，漏水了。搞块肉呀，兄弟们，搞块肉呀。肉，出去打吧，我的菜刀没了。需要肉啊，老板，厨师长。我在，有肉吗？给我。啊？给我啊？有吗？打吧，马上。没有问题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舔尸体去了。哎，有人偷肉！我来了，年糕跟我说厨房有肉，我一下来。我偷什么肉？我偷什么肉？来，把老子斧了！看我身上有没有一个肉？看我身上有没有一个肉？谁说的我偷肉？来把我补了！谁说我偷肉？来补我！谁说我偷肉的？来补我！把我补了，来宝贝鱼说我偷肉对吧？来把我补了，看我有没有肉，把我补了。打死看一下，打死我。我靠！啊，头颅掉了！哦，有谁说的？有肉没？有肉吗？不要打的，不要打的，快点做点肉。没有，哎，但是他有。老八，快把肉放进来！要哎，宝贝鱼杀了呀！那他说我偷没偷肉，我一个没一个肉都没有，杀了呀，宝贝鱼。铁狼呀！在哪？跑了！别看我，别打，他在内后。看肉子，不要打，他内后。那肉为什么？宝贝，我在哪？我身上一个肉没有，一个没有。宝贝一说我偷肉，他妈还不说？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，听我说。你说。先不要打呀！先烤肉。三去烤肉。三去去烤肉。打八去放肉啊！肉放进去了。你说。你说。之前都是要给我们安排好好的任务，他今天就只在床上，你没发现吗？什么事都不干，就只在床上。因为一开始你就在攻击我呀，一开始第一个攻击我的是不是你？你先砍。听我说。一开始第一个我上来什么话没说，你就说我有问题的是不是你？龙哥，你听我说一句话，行不？上博开悟，你们被打了吗？就上博开悟。没有。宝贝鱼，我跟马爷在打那个熊的时候，马爷，我们刚开枪就有人开悟，是不是？
牛的，是不是、啊、马爷？三，我操，我真服了，是不是、啊？雾是进的吗？雾是，对，雾是鬼的进的，雾是鬼开的进的。我在你们边上，你怎么说？马爷，而且我跟你在我后面，我们俩在打球的时候没看到你。确实，说实话，我打球，我干嘛不开？我们刚打的球，你才开的雾啊！你们打球，我还开雾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说个最简单的，他说我偷肉，他说看到我偷肉，我故意让你们补了，我身上一块都没有，就很简单，很明显了，好吗？厨师上有肉吗？厨师上难受，厨师上要嘎的要嘎。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兄弟们，先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没有了，我刚才救了。龙队，你出来，你来动手，龙队。他有大问题啊！我跟马爷刚打熊的时候，他开了雾。救呀救呀！兄弟们先救我！你们打熊的话，我开。哎，我的刀呢？我不是我的刀呢？我的刀呢？还少谁？我要吃肉！我要吃肉！我要死了！我们还少谁？我丢了四个肉。我们谁多少？我们少谁啊？还少谁？你见了？我靠！这有肉吗？哎，说错了，说错了。看一下，看有肉没？他身上有肉没？谁把肉偷了？主要，那年糕身上刚才有肉吗？他刚才死了，完了，死了，在这内讧了半天，完了。哎呀，我要吃肉呀！那谁开的？你要不吃这个吧？那你吃这个，吃给我入魔吧。啊！哎呀，好晕啊！来，地上有入魔的肉。哎，就是他呀！哎，他用我的菜刀。你们在团里打了这么久，你们在打谁呀、啊？就是宝贝鱼啊，他身上有我的菜刀啊！为什么有我的菜刀啊？我的菜刀丢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死了。他问题很大。死了。他为什么有我的菜刀啊？啊，是啊，是有问题的。别放了，别放了！哎，把他肉挖了呀，大哥！哎呀，热死了，把他肉挖了。哎、什么？吃人肉吗？吃他们的人肉吗？哎，我们船没动呀！快点出去！啊，天没发船了，进度很慢了，兄弟们，进度很慢了，进度很慢了。是吗？只有这个了，是吗？要不吃了吧？没有了，他妈的没了，全被偷了，打了这么久。刘哥，来，我身上有没有煤？来，我身上有没有煤？来，过来看我身上有没有煤。大哥还说我呢，我接受不了了。我刚进去的时候，只有刘哥在里边。我进去要开船，一个煤都没有。那你怎么不说？你怎么不说没有煤？我也不知道你们家的煤呀。我要开船呀！那谁还有机会碰到煤呢？哎，搞点肉呀，要饿死了！没有人肉，只有你给我呀！我本来就吃荤肉的，你给我吗？给我。但是有荤肉啊！地上不是啊，大妈。地上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有肉吃不？吃，我有。来了，后面。哎呦我靠，怎么这么多呀？舅舅，对面是谁啊？是我。你是谁？这刘哥多半是狼的，好吧？还有两批狼外面，他妈的，就这么点人呢？救呀！嘎了呀，我也嘎了呀！船上只有刘哥。
面我们还有谁活着的呀？救呀！救命呀！有没有钥匙啊？我记得我刚尸体有钥匙。你也坐牢了吗？我他妈坐好久了。轰轰，你被也被皮老师砍死了。轰轰，那你前面怎么不说话呀？轰轰，说啥嘛？没法说啊，感觉。说啥嘛？你跟老爸直接的妈的，直接把罪名就塞在嘴里了，怎么说嘛？老爸，我也没给你们塞罪名。真醉了，那说句话呀，你说一句话呀，我动你们了吗？我开悟。不是，带你去，我跟大爸在这杀怪的时候，你听我说，你说我开悟是不是叫杀人？我杀你们没有，动都没动。哎，不是，轰轰是怎么死的呀？谁杀的轰轰呀？没，刘哥，我流死了，我刚才没东西吃，饿死了。啊，有没有？我捡了，有人带。没，他们还有饿死了，在张爷对面，在张爷对面的牢房里坐着。我捡了一个什么弹药，有没有谁要这个弹药？什么火枪药？有吗？要，你要把我放出来，我就要。不是啊，轰轰不是我杀的呀，他能说什么呢？我没杀过轰轰呀，他能说什么呢？我一刀都没砍过他呀，我也没跟他怎么打过照面呀。哎，感觉这个厨师是不是狼呀？感觉他妈厨师是狼呀！我是个狗啊，我静静爷爷。那你给我开个门让我吃点呗，是不是？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油，没有肉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开个门呀。门在哪儿？门要开着。我肯定要我肯定要装，我关心他呀。门在牢门。我没有钥匙，我怎么给你开？帮忙找一个呗。我上哪儿找？哪里有钥匙？尸体里面有钥匙是吧？我靠，怎么牢里有三个？对啊，你放我出去吧，我真的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兢兢业业六颗煤啊，兢兢业业六颗煤。不是，我等于是我被质疑了，我就说啊，我是狼，我肯定要抵抗呀，我要让他们拿出证据来说呀，谈逻辑呀，肯定是要这样的呀。他们很多人怀疑就是啊，怀疑啊，他是狼，他不对劲。他们说不出任何实质性的根据，我肯定要反击啊，我要找理由呀。那我直接说啊，我就是狼啊，来吧，杀我吧，不可能的呀。谁啊？你学 bro？ You wanna do this, bro? You wanna do this, bro? You wanna do this, bro? 怎么两枪就死了呀？我好难接受呀！没事，他们已经输了。哎呀！我被弹幕影响了呀！我被影响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玩呀。说我声音大，那我怎么办嘛？我肯定要据理力争呀。对，我也不知道老李有人。你们外面太激烈了，外面太激烈了。你在抠脚吗？你在插不上嘴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我不玩了，这把打完我不玩了。主要哥们昨天在牢里坐了十几分钟，也说不出来话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来个兄弟，开个门噻。为什么刘烨怎么死了？刘烨，救！刘烨怎么死了呀？救我！我被刘哥砍死了！刘哥铁狼，刘哥铁狼，好吗？没有钥匙，输了直接把刘哥弄了，直接弄他！我开头我就我开头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们又不信我。谁不信啊？是老八不信。感觉说是也是狼，好吧？我就来给你开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其实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刘哥有问题，是那一波我进去丢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丢完东西之后，我就感觉我明明丢了，然后我出去我就想说去发育去了。因为当时我的视野里面你是最后一个出去的，然后我就先怀疑你，我就发育到现在了嘛。动了你的刀，
后面我把它放到床上，我动不了它的刀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但我们输的呀，已经无了呀，兄弟们，我就带了两块眉头，还有的吗？钥匙，钥匙能做吗？能做钥匙吗？不能。钥匙怎么解？哎，能做吗？忘了。有一个的尸体怎么在动呀？你们三个都关进里面，还有一个诈尸。还有一个，我想想，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谁啊？还有我，我的幺八，我感觉还有幺八，年糕。你不会是狼吧？你的，我在。厨师多半带东西回来的，给个信息好吧。我他妈是钩子。爷爷，好吧，谁呀、啊？谁在那里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已经去了呀，我们时间来不及了。还有吗？我没有钥匙，我怎么开门呢？我只有一个什么火药，还有一个跟腱，还有就是。我加，你让我，你上去开啊。啊？你这手是怎么伸出去的？小心在外面那么长时间，没有带回钥匙来吗？不知道。你上去开。不是啊，我们已经记了呀，这已经是最后一晚了，最后一天了，咋了？哎，我是不是最后一天了？不是才刚刚一半吗？二婶，我说你们说哪里？在外面绕了一圈，打了一个海报，我就回来了。不是我们天数没了呀，浪费了很多时间啊。我看啊，房管杀！太多恶意带节奏的了，维运了。你要干嘛？什么？你要饿死了吗？哎，给你吃。你是不是？不是我拿走了，三次你是不是？啊？是什么？你在哪儿？我吃完了。你再吃一个。哎呀，哥们儿有先见之明。轰轰呢？这是谁？在牢里还轰轰呢，在你后头，在你钩子后头。这是我，这边是哪个？对面都在坐牢呀。我是鱼宝，对面是轰轰。都在坐牢，你知道吗？没钥匙。坐牢坐这儿呢。哎，除了老八这个憋他妈的，他前面跳水的时候死了一次，不然他也坐牢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时间了。老八跳水跳死了吗？老八死了，我们好像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跳水跳死了，直接融化了在冰川里。啊、哎，年糕，你救我！我血那个进水的时候那个没钥匙呀。进水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寒意值，掉血掉的特别快，知道吗？对。暴风雪好像要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要死在这里的。那不吃倒钥匙吗，高高？我狂运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第一波。外面是冷的，没有，我身上只有弹药。这个弹药，这是什么？没有。搞钥匙吗？你看这个怎么说？出不去啊！出不去啊！天没亮啊！外面是天黑的。我前面跟打吧，出不去。还算了，我去吧，我带灯笼去了。尸体我就知道，外面打你的人是好人啊，家里面的人有问题。烤个火呗。没有，这个弹药能发火不？你们在干鸡瓜，把厨师干的呀，厨师铁狼呀，留个没了，还有他一个。这是谁啊？哎，那个。你是铁狼？他为什么说你是铁狼？我是好人，我不知道。他，我感觉他有问题的，一直污蔑我，可能想翻盘。他在家里面，刘哥一直在家里面，他都不盘一下刘哥。他虽然喂了我吃的，但是我还是想说他是铁狼。就他跟刘哥一直在家里边呀，还有我一直在牢里。
不是对不起啊，不是跟我说对不起，我看别的直播间很多人也都被冲了呀。刚刚宝贝鱼把那个宝贝鱼把陈一仔补了还是什么，宝贝鱼也被弹幕喷了呀。我们本来这么多人在一起玩游戏就开心最重要呀，如果都不开心了还玩啥呀？啊，来嘛。而且确实啊呀，会存在各种各样这样的那样的问题。司马。为什么天天坐拿？他妈天天坐拿，大怎么办？对啊，轰轰也被冲了呀。还有人问你妈玩啥游戏都在坐拿？首先玩啥游戏都在坐拿？最近运气怎么样？今天他们跟我说，张哥，他们今天跟我说你不是，他说你单排不是第七就是第八，双排不是第六就是第五。麦克风声音大，我就调低了呀。你们一说声音大，我就调低了呀。我也没有用什么特权呀，我也就是正常在据理力争嘛。不可能别人说我是狼，我就是狼呀，我肯定要说我的理由呀。喂，你说。喂。除了你还有一个是谁啊？三七真不知道是谁，还有一个是谁啊？三七呀！我操，怎么还有一个是三七呀？对啊，我们两个把船就我们就守在船上，影响你们效率的呀。我们其实也没想杀人，就想耽误你们时间。宝贝鱼被我打惨了。我刚跟马爷出去打熊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刚开枪打熊，然后宝贝鱼在外面躲着，我没看到他。不知道谁开了个路。宝贝鱼确实他有问题啊，他说我偷肉，我让你们把我杀了，我身上一坨肉都没有，确实他讲不通呀。是不是出不去了？那波我以为他是狼，我直接把他杀了。对啊，他说我偷肉嘛，他说我偷肉嘛。张哥也进了吗？张哥，你我早进了呀。我张哥在哪里？我在前面坐了。老将才飞回来吗？杀人呐！怎么张哥也进去了呀？我只想一个人好好的发一声，为什么？星一仔，你笑死了，星一仔！给你。哎，几个在里面？啊，我找不到钥匙。你会有钥匙吗？你上会有钥匙吗？你给我钥匙吗？我都找到三把了，都扔掉了。你的感官关，一个都找不到。去你的！把钥匙全丢了。哎，龙队，这个图腾怎么弄啊？这个图腾怎么造的呀？图腾就是。在那个技能里面呀，技能里面用了之后，然后招一个图腾出来，然后往图腾里面加材料，就升级那个图腾的技能了，然后你的技能就会变得更强。我刚刚也不知道，我也是才发现。我操！杀我的那个鬼是你招的吗？对。我操！我说怎么这么多鬼？我杀了六只，又来六只，全是鬼，你知道吗？打得我他妈直接给我咬死了，满血，打都打不完。啊，我在这儿，你行吗？喂。喂。受不了，气了。我们直接退吧，要不然气了。找不到钥匙，我他妈把钥匙把鸡，鸡摔鸡的鸡。记了呀，这把已经暴风雪机制了呀。推。短特。这里。感觉记了呀，已经暴风雪机制了呀，来不及了呀，抹得了。输的呀。全在这狼，跟芝芝是狼是吧？你们对，我们两个是狼。妈的，我就知道那个三芝跟龙队是狼。哈哈，我找了三把钥匙，全都丢了。